家人们，我整个无语的大动作。我近一个月以来频繁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私信和评论，一些从来没有过的。先来看第一条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吧，你们看看吧，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过来。怎么了？坐下。你有钱吗？我没有。滚。咱就说这位朋友整一个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，整一个异想天开无语的大动作，一个被玩了三年的玩具。你可以吗？反正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咱们来看第二条。灰灰，我看你最近直播经常干呕，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是不是怀了呀？把脉几个？大概十个吧。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。然后还有非常多的人艾特我说我跟这个小姐姐长得很像。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，我要紧要管我命运发出这句话。再见家人们。